手术成功吗？手术很顺利，放心吧。好，真的很顺利。还没走啊？你那台顺利吗？挺好的，很顺利。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？你说。 您那边录像了吧？现在能给我看看吗？录像了，但是录像属于仁和胸外的内部资料。陆大夫，你如果陆大夫不再属于仁和医院胸外科了，是不可以随便借阅的。你这个人有意思吗？好啊。 我跟你商量个事，你不是一直跟我要能人去急诊吗？我现在给你个最出色的，你接住了，给我用好了。啊，我的妈呀！看懂了吗？懂，都懂，但是真做不到啊。 要是谁都能做到，他就不是大神了。嗯，他不是装的，他是真够神的。以我的资质，估计就算点灯熬油，也做不到他这个地步。但如果你能把力的话，或许。 装病历有看过了，二床病历。陆大夫，你没有更新医嘱吗？陈辉一切平稳，医嘱我就不写了。今天是我在胸外的最后一班岗，以后就交给庄大夫了。最后一班岗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忙吧。庄大夫，没关系。 下班了，回家吗？嗯，回家。你呢？我住华兴酒店，顺路吗？顺路。还是我帮你拿吧。我说了不用，不成。
哎呀，真可惜啊！跟你这样的传奇人物，只当了一天的同事。虽然我今天刚到，但是据我所知，杨主任只是认为你不适合做病区主管，并没有否认你是一位优秀的胸外科医生。怎么了？找什么？顾悠扬放在后面跟着呢，这都离医院好几百米了，还提个说好话。 我明白，心里还是有偏见的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医院里面这一套，出了医院还是这一套，我都听疲惫了。那好吧，我们不谈工作，我饿了，你请我吃饭吧。吃饭？还得我请你？你们美国人脸皮都这么厚啊？陆大夫，我可是今天刚到，地主之谊总该尽吧。 这儿啊，对啊，这儿最好了，全是家常饭菜，也好吃。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天天吃星级酒店的人。老板，哎，来了，给我来一份炒面，少放辣椒，一个炸豆腐，一个卤蛋。你呢？一样，多放辣椒。好，两个炒面。 一个微辣，一个特辣，稍等啊。你一个美国人还挺会吃，就知道配块炸豆腐。别一口一个美国人，我是地地道道的纯中国人，十岁才去的美国。怪不得中文说的那么好。那你父母呢？在美国？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 对不起啊，没关系。哎，特辣，微辣，谢谢，慢用啊。20多年过去了，这儿什么都变了，唯独这口面，味道一点都没变。 看懂了吗？你就是想让我夸你吗？不应该吗？我请你吃面，还得夸你，你真以为自己是神啊？你别绕来绕去了，有什么就直说吧。说什么呀？你刚才说杨帆。 觉得我不适合当病区主管，然后呢，你就没把话说下去啊？不说了，怕你疲惫。我已经吃上饭了，有力气听。说，说吧，不说我怕把你憋坏了。而且我也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。那我说了。 一个不带生气的，保证不生气。坦白讲，杨主任追究你的那三个病例，大咖写的张大爷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不提。食道癌的赵伟刚，你认为不必要用吻合器，我理解，也赞同。但你确实应该在手术之前跟病人解释清楚。 有多种选择，由病人来做决定。至于陈慧英，你确实有不冷静的地方，你那个医嘱很容易引起纠纷，所以杨主任批评你，也不能算是故意为难。你知道我一天门诊的量是多少，手术安排是多少？目测是其他大夫平均值的2倍吧。 我才11年的年资，就能带15年的副主任做手术，而且我是唯一可以列在专家栏的主治医师。